我们现在在一个小院子里，这是我们来到这边租的小院子。不喜欢住酒店，住酒店的话反而不好，不舒服。租这样的小院子最舒服了。这是我们一个中国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康佳伟。康佳伟。对，我在这儿读大学。读大学的啊。对。然后他是我的粉丝。然后就加我微信了，我就来这边找他了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床、炉子、一个大的桌子，窗帘拉起来了，看不出来好看。其实窗帘打开之后，看院子很漂亮的。准备出发去另外一个工厂，安排一个八座的。上车，上车。坐前面就不需要了。怎么办？走走走。哎呀，咋了？其实我感觉还不如直接他们去德阳去看一下那个商务车嘛。罐装的服务，我怎么收费？你告诉我吧，直接费用就行了。你开价吗？我开价，你能接受吗？啊？开我怎么知道我能接受？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，天气特别好。看一下外面，还有一点云。会测量温度，这个是多少型号的？这是多少型号的？200、300。这是200、300的型号。这些型号是200、300的型号，这批货呢已经被别的中国人订了啊、哦。我们这次来重新下订单，下200、300的货。因为这个产品的话是不一样的。我发给你图片，这是我们电报厂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参观完结束工厂了，现在来这边吃点饭，然后再开会聊一聊关于细节问题。那我们如果第一笔订单的话做 CFI 可以吗？最重要的是那个付款方式。对，我们老板在这边谈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工厂里准备了一些吃的。准备了这么长时间。
是线刷的。线刷。啊，我跟他说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就这个吗？就是这个。我你说这个，我就是另外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不就是石榴？我这是什么？就是菜，菜椒的碎叶。就是那个就行了。就这个，我知道是石榴，这个是吗？嗯，这个还好吧。嗯。哦。哦，这是正宗的一个。这个呢？啊，常年在徐汇养的。哪个？黄的。嗯。盒子里做上的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这个是牛奶的。牛奶。他跟我说是羊肉。这是酸奶。什么酸奶？羊肉。羊肉蛋黄。特色的酸奶这个。我知道它是羊肉，他把羊肉放在一个罐子，一个容器里面全部捣碎，捣糊状的，然后放进其他东西里面，是羊肉的。你把那放给我一个。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酸奶。我知道是酸奶。另外一个是你拉丝一下就能看出来。啊，第一个我发错。好，这个是。200、300，以及6070样品。哦，那个是我的。微粒你不是不要吗？我们一共拿了12公斤。不同的微粒生产出来的有时候还不一样，所以说这些拿回国内。做化验，他们也这边开始工作了。